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，你看山景第一排，我常讲的。好，来，这个是我们这次来参加那个大叔时光路径的是，来介绍一下，这是里长对不对？哪个里的里长？板桥的某个里里我们长，板桥某个里的里长哦，很单纯。哎呀，你看我们这样子多好，山景第一排，打开就是。不落地嘛，对不不落对？地车落地呀，不落地呀，我们就不落这样地子啊。啊，就这样子啊，什么山景第一排啊？哎呀，然后打开就让它透风了哦。双门的好处开就是就是景，哎呀，多好！哎，这边可以耗一天都没问题啊。啊。我说这里可以这样耗一天都没问题。在杯咖啡不就咖啡厅吗？哎呀，咖啡哦，对，哎，那边有在泡咖啡吗？没有了。咖啡还没有，下午茶还没开始。哦，下午茶还没开始哦，那我要准备工作了嘞。出来车祸哦，就是在这里车自己的车上面哦，各就各位了。各就各位哈、哦，各就各位。啊，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哈、哦。各就各位。哎呀，啊，宗旨就是不落地的哈。哎，各就各位，你看这装备多好，原厂的椅子哈、哦，哎，原厂的桌子，原厂椅子、原厂桌子，桌子对，对。这个是早期哦，庆众的原厂，算庆众真的是他们原厂露营车了。对，都设计。哎呀，只是这个是没有掀顶的啦，这是没有掀顶的啦。当哎呀，时也有推掀顶的车。啊，有庆众有自己改，那时候也没他们有改。那时候我有去参与。你有去参与还是雷蒙的套件啊？啊，对啊，对，就是雷蒙套件，全部几乎都是雷蒙的套件。当时有去参与。哎呀，你有参与的，你到底参与多少种啦？你什么都会。老了了，就有经验。哎呀，还是倚老卖倚老卖老，就老了来了，上来坐啦，上来坐啦，换你上来坐啦。对呀、老了啊，来大叔的家，大叔的家，大叔的大家，叔。然后大叔又在原来工作。车祸精神就是把车子停好，哎，到处串门子，对，对不对？哎，啊，你车你想要什么？怎么改装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只要改成你满意的行这样就好了。那因为大叔现在是一个，几乎都一个人跑出来，所以你看我就这样子，哦，你看多好。不是，那是什么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一开门就是你们家的庭院，哦呀，庭院够大吧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你看这样多好。然后这个太阳晒起来，哦，超舒服的。啊，我最近怎么在一直在露脚？露脚？哎呀，你露脸，我脚不能看的，你露脸，我露脚，哎呀。多好哦！这个风吹起来，我、哦、这昨天几度？2度，2度，对好啊，冷。你车上有助暖，我没有啊。你知道我怎么那个吗？怎么生存过来的？怎么生存过来的？啊嘞，哦这个，2度，2度，直流电毯，对啊，直流毫无了。哎，他们每一台车都有助暖，只有现在只有我的没有，我是靠这一个，这个东西，这个对岸的好货，这个东西我就是靠这个车载电毯，车载电毯，哎呀，我到最后你知道我怎么睡吗？我穿一条内裤睡觉，不会冷，但是它的哎面呀，上面的面，哇，冰的，很冰哦。对啊，它不会冷啊，其实还好，因为我下面是热的啊。不是啊，因为这里的属于中部，气候是干燥，气候是干燥。哎没呀，没有湿湿气气就不一样哦，有湿气是哦，电板就受不了，哦，有湿气会受不了，所以有湿气还是要助暖。助暖，还没。啊，你有没有睡饱？刚刚从那边跑到这边。你那个嘴巴都干了，要去擦那个护唇怎膏。么擦有油？你不要舌头这样舔。舔了以后破皮。还有破皮哦，哎呀。我都擦凡士林。哦，那赶快去凡士林擦。OK。车祸精神啊！对啊，本来就是要这样子啊，这才是真正的车祸精神啊。那你看，我们就一张桌子就可以来做编辑了。我到哪里都是我的行动办公室，到那个赖哥的拖车也是行动办公室。那是大桌了，这小对桌啊。一样可以做事的。那我们现在来问一下，你的动力号可不可以当行动办公室？当然可以啊。你说你的行动办公室要怎么弄？椅子可以活动啊，前后可以活动。哎呀，然后桌子可以跟椅子一起跑，就跟它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原理啊，进阶版哦，可以当行动办公室。大叔哦，这一次哦跟 Line 哥哦他们来武林农场哦，我们是来赏樱花的。那这个地方哦，这个地方
是那个雪山登山口的那个停车场哦。那因为我们今天开的哦好几台车哦，有露营拖车哦，先顶车，嗯，先顶车哦，全部都有来。那你如果要上来的时候哈，说真的，开着拖车，真的你也不方便停啦，所以说只有这个停车场是可以上来这边停的。你看游览车也有上来，最主要是、哦、看个风景。那个蓄水池照个相，对，好像你没有去照吗？有去照哦，你有去照，我是有去拍的哈，我有去拍，我每次来我都会去拍。哦，那其实跟各位建议一个，哦，给各位一个建议，如果说你们今天来这边爬山的话，哦，你们可以申请去雪东去七卡，哦，因为七卡那边的房，他那边的应该讲他的床位数是够的，是。那你从这边背个睡袋上去走两公里，才两公里而已啊，就可以去那边过一夜 啊，你就把车子停在这里，哦，停在这个地方，对，像。对，又有人帮你，只又停在这边过一夜，然后隔天再下来这边哦，自己在这边吃个早餐，然后吃一次就走了。是的，对。那因为我们这次没有申请，我们下来这边看一看。主要这次行程是来看樱花了。哎，来看樱花了，不是爬山。对，那、啊、看完之后，我们现在又要出去了。我们因为我们要避开车潮了。避开车潮。对对对对。民间有人的说的田埂、农地啊。对啊，去那边扎营。所以呢，晚上要真的去请。又来到了雾区了，那个从南山，哦，南山到武林农场这边有一段哦是最容易起雾的，啊，各位看一下，嗯，等一下啊，哦，那个我们这一台那个大猫360，大猫360啊，对，啊，因为你看哦，这我们进来今天进来那个民间友人的家。对，这家，这个家真的想要进来很难进来。哎，你们来看一下入口，真的很小。嗯，来。
的路口，就从旁边叫田埂。对啊，哦，不小心就下去了。刚刚一台车差不多而已啊，一台车差不多。哎呀，有啦，不止啦，横向也可以啦。横向可以啊。但是这个进来，来给各位看一下。就这样。来来来，多大？哦，就这样子。那这个露营拖车想要进来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们需要靠什么？这个叫移车器，来给各位介绍一下，这种叫移车器。哎呀，对呀，哎呀，虽然大家应该都有在影片用了，影片看过了，但是大叔时光的影片没有用过，所以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。哎呀，只要跟露营有关的，我们都要介绍。虽然很多人用过了，但是还是很多人没有看过的。很多人没有看过哈，应该有露营拖车的几乎应该都有。是啊，但是。只是看用了，没有看人家介绍啊。我们现在哈，嗯，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强壮的鼻轮，这个鼻轮哈，来跟两吨，我在两吨的鼻轮，哎，两吨的鼻轮，两吨的鼻轮，飞机用的鼻轮，它跟飞机一样，可以升上来，升上来，好。那我们要先设定移车器，按两下。哦，有，哎，叩一声，哦，让它听到机一声，就是代表对到号码，嗯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操纵它。你看鼻轮，嗯。它就可以左右了。哎、欸，这是控制鼻轮的、啊，控制后面两个轮胎，但是鼻轮就会导向。哦，鼻轮的灵活度很重要。嗯，问它会卡卡。嗯。哦，鼻轮是很重要的。哦，那移车器鼻轮就很重要。那你来稍微让它动一下看一下。哦，原来移车器是这样来的。哇、哦，巴苦了。巴苦。哦，这是巴苦了。在那里？哦，有、啊。现在在巴苦了。我后面一点，来，我要照整个来。我现在在巴库了，啊，它可以左右吗？当然可以左右了。哦，有。哎呀，哎，方便，你看你那边小心撞到那边呢。大胆冷的玩具啊。嗯。乡下玩具车。啊，对啊。那改天我们去那个大的停车场借我玩一下。哦。那可以，这个移车器很耗电吗？大人的玩具，定位，我们这样是定位了，哎呀，他就是靠那个啦，一前一后就可以一边就正负啦，一正一负啦，转速嘛，逆向转速嘛，啊、就是转向，同步转速，对，逆向反差转速，左右逆向反差，然后他现在是定位啊，如果回去呢，他是要打开。要把这个会，这个有两种，一种哈、是手动，手动用19号的扳手，啊、哦，把它这个往后退。你这是手动的就对了。我是手动，因为我注重扭力，我这个2.3的，2.3吨使用。它、有些是自动的，就是。自动是一按前进键，就顶住了，就靠过了。但是那个扭力比较小。也有大的，也有大的。但我个人比较喜欢半自动。嗯，因为我觉得啊，价钱啊，有时候牙刚好不顺的话，因为它处于很脏的地方嘛，会比较容易发生问题。是，我个人比较喜欢用半自动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都已经就定位了。对，好，然后赶快大家煮碗来啊，然后这边的活动出啊就定位。你那个妮妹你在干嘛？我怕蚊虫啊。你这么爱露营的人，你这么怕蚊虫啊？蚊子立马咬了我！你喷的那个是什么？杀虫剂啊！真的還假的？真的啊！你要煮饭之前你喷杀虫剂啊？是啊。要死嘞！我看这些人会先被你杀死。对啊，我又在拍了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看我们今天有啊，你们这些人真的很 gay 掰，人家这边有这么大一个庭院，你们还在拉车边站啊？我们还想大边围嘞。啊！我们还想大边围，会冷啊？不会冷，哎呀，你要上镜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弟，我们省一点水，今天没有水。那个白木耳不是啊，木耳不是这样会冰的。今天这边很多水，好不好？这样子退。听说缺水。你退完的时候就没水了。你看哦，几秒点后，这样就才有露营的真谛哈，就很温馨，晚上很温馨。对啊，所以人家各司其职。我们在人家的那个果园里面露营了，哎呀，哦，但你还等来了，你要吗？
啊，其实我们，你看了、哦、我们，音声无跌，啊，咱几百就对啊。可以啊，点热炮可以啊。哦，你有预约就对了。我跟你讲，今天主人不在，所以我们也没办法进去。有，他要给我们进去，但是我说不要。对，那明天有人的家哈，我们很好的点就是，你看我们从五顶龙头下来，对，然后到现在已经波平就下。塞很久好不好？两三个小时哎。对，你现在就马上回家，你会很辛苦。对啊，或是你去找露营地也很辛苦。所以我们来这边过一夜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哈，现在开始各家在煮饭了。对啊。这个，你今天的拿手菜是什么？没有，我是 C 卡 A。啊，你主厨是在里面。你是 C 卡 A 啊、哦？对对。哦，主厨是那个里长。没那个李长伯，李长伯，你会煮麻婆豆腐吧？你今天要出几道菜？我想带出个五道菜，能不能？我现在赶快。哎呀，然后我们今天有十道菜，八道就靠你了。哦，那我要赶快了。对啊，你要赶快哦。哇，里面今天煮什么？煮香肠跟松板汤。哎呀，是香肠，这是香肠还是腊肠？香肠，还是香肠的。有名的花坛香肠。花坛哦，那里面包的是香，就是猪肉。猪肉，一个白色的是猪肉。猪肉是肥的。哦，是肥的哦。猪本。啊，你要煮啥？猪本。你嘛是搞福州猪本的对吧？我福州猪本。我你给他，你这道饭我们来拍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什么呀？这道饭拍一下，蒸饭，教大家怎么蒸饭。没有啊，没这个饭没有什么好，没有什么好学的。哎，没有什么好学，饭才是真正的灵魂，你知道吗？哎呀、啊，你吹乌啊吹波啦，你要在哪里蒸？这里。我在这儿就好。哦，这里好。可以再拉出来一点。方便。可以啊，好方便啦、嗯。真的吗？哇，你太棒了，嘴巴超甜的。这个是他的厨房在这边啦、啊、那他的冰箱在哪里？你们知道吗？里面在哪里？猜一下。这边。嗯，对。太棒。那冰箱在这里啦，来啦，我给你看，你看，冰箱是这样拖着，拖着，拖着，拖着。它就出来了，然后来来，打开。哦。哦，哎、欸，羊肉多谁要喝？我喝。不行，你要去问那个阿姆，对，班长阿姆嘛。你要叫阿姆还是要叫阿姨？这样他们会被打哦，会不会？好，来开始煮饭了。来了，我们今天教大家煮一道如何用蒸锅煮饭呢、啊？哦，好不好？可以煮几高羹？我看几什么高羹？什么高羹？我听了，就是9杯。9杯。这一个可以煮9杯米，还是所有加一加？这样一个单一个煮9杯米。最多煮3杯哦，对啦，3杯啦。啊，你们曾经这样一次煮3个、啊？有啊，常常啊。你但是我看你们今天人这么少，你要煮几个？两。今天应该是煮2层，2层应该6杯就够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们今天多少人？亚丽，我要煮多少饭？两个是要煮几杯？两杯，一共要4杯就好啊。哦。我想看。同时熟吗？这饭会是同时熟吗？什么时候同时熟？当然，而且是非常平均。我刚刚用这个差不多八，差不多。嗯。一杯都差不多八。他说2杯啊。对，8层糕。那另外一层我就可以蒸肉啦，蒸有的没有的，蒸蛋啦。现在是2杯米了哈，再来就是洗一洗。对、哦，洗这个就不用浇了啦。对对对对，这个待会就直接。这有差别吗？没有差，没有这应该是、嗯、就看用哪只手吧。洗完那个天热了，干、嗯、不干？干不干？干不干？今天也干。它下面没有动吗？不动，怎么动？它蒸子是孔是从哪里上来的？旁边的。两侧。哦，两侧。而且密封程度超好的哦，有时候你不小心还会被烫到。嗯。就表示它这一款模具做的非常的。哦，它孔是从这个上来的、啊。对。我也是从下面，它一个一个叠在一起哦，而且它的鱼跟肉跟米都不会混味道。嗯，除了不混味道以外，是那个整个那个水蒸气的压力哦，嗯，是平均受热，所以那个
你刚刚说会不会什么无懈不懈啦、啊？嗯，根本就没这个问题。没这个问题哦。哇，都蒜头味呢哦！哇，好香的蒜头、啊，满车的蒜头。要煮要煮。啊，这是李定在来煮啦，哦，伊即马咧为民服务啦，吼、哦，对不？是那个 C 加 A C 加 B。C 加 B 啊、哦。对。这下我还没，我刚把这个就无共，我都有讲，迄无共，我迄个。哦，它叠两层哦，你是叠在上面两层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叠的是这两层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它就我今天煮两层，那是叠两层啊。啊，你这待会可以煮汤。下面的是水，对不对？清水啊，干净的水啊。啊，水要用多少？没有，无功夫，那个水有够伊蒸汽就好了、啊。哦、啊，这个没有什么要多少水啦、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煮了，时间也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，就用看。等一下煮滚了之后转中火，让它慢慢的煮。哎，所以现在因为它是冷，怎么是冷水？我没有，我煮饭从来不浸泡啦。嗯，好，就这样子，我要喝，就不用理它了。先等到你水蒸气充饱了，水蒸气，然后水烟从这边上来的时候，就表示它里面的水滚了，再调中火，让它慢慢滚。啊，多久时间？大约哦，15分钟。哎、欸，如果滚了之后，大约还在15分钟。15分钟，对 ，OK， 好，等一下15分钟之后再来看。对对对，15分钟后再看。生的卵是要现杀嘞，阿、啊、丽。我还以为现在传统的。哦。传统的。我还以为阿丽的水卡 A 无来个一台啊。无啊，水卡 A 唔得走一堆。对啊，走一堆，水卡 A 嘞。哎呀、啊，要台三四米人走一堆嘞吼，对不？